黄三好。哎，我们现在先开始泡的是元亨。元亨。对，我这里喝的也是元亨，我这里喝的也是。好，我帮你喝啊。好，我带你喝，有机会才跟你喝，或者有机会我们去怡宝找老五来喝他的三层六宝啊。第一泡啊，盖杯第一泡出来的香气啊，感觉到就是很浓郁哦，相对的浓郁来的啊，浓郁比较滑。它有好处就是味道很多，它的缺点也是味道很多，因为这个是刚刚做出来，我看不超过三个月吧，应该不超过三个月。但是现在这个茶在喝的过程之中，几乎是三五天，它就会换一个味道，三五天的就换一个味道，因为它还没有稳定下来。一般做六宝茶都要做好之后要大概一年才可以开始拿出去卖嘛，但是我们就比较卖得快，这个直接做好就直接卖。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这批用的都是老的毛茶，十年的毛茶，六年的，还有三年的，这几样茶去一起拼配的，所以它就缺少了那个苦涩味。好了，我们现在要开始了没有 ？OK， 可以啊，可以，等一下我按一下 record。大家晚上好。今天呢是我们吉隆坡茶艺协会第一次做线上分享会哦，然后我们有幸可以请到这个Legend of Tea 的祖师老吴先生来分享这个六宝茶以及它的概念，它的六idea特色。对对对，因为我们最近看到在 MCO 的时候啊，老吴他就在他 Facebook 里 share 了很多资讯，我们觉得哎这个 idea 不错哦，就在 MCO 大家都很空闲这样子，然后就要研发一点新的东西，然后刺激一下那个市场这样子，然后我们在这个 KL 这边呢，看到他 Facebook share 这样的东西，我们就觉得哎要试一下这样子，然后就成就了今天的分享会咯。好，也谢谢你们的信任哦，老胡常常胡说八道的哦，谢谢你们的信任哦。我是刘启光，吉隆坡茶艺协会的现任会长。那么在这边呢，我想借这个机会先欢迎大家进来与我们一同分享今天的这个六宝的一个分享会。在我隔壁的帅哥是我们的茶艺协会的秘书。大家好。你好你好。李先生。然后呢，我马上我们要介绍的嘉宾这边呢，因为也不是每个人都很认识他。但是呢我认识他的确还是蛮久的80年代呢，这个伟他就爱上了这个茶艺，那90年代初呢就从事紫砂和茶叶的买卖，93年呢他创立了这个古一斋茶艺专门店，然后专注在制作有品质的茶叶茶具和紫砂器，然后在2013年的时候他成立了古云号和云南呢古树茶的这个出制所。各位在马来西亚就没几个人在做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在2013年尾，就是同年的年尾呢他也在宜兴，就是我们的这个紫砂陶都设立了第一家这个他自己的工作室，就是制作这个紫砂的这个茶壶和这些茶器的然后呢2018年呢他更成立了三层六宝茶三层六宝茶庄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围绕在三层六宝茶这位嘉宾他就是伍书龙先生我们就简称他老伍我们热烈的欢迎老伍今天接受这个吉隆坡茶艺协会的这个邀请来与大家分享。那么今天呢我还特地的穿了一个 batik 根据老伍之前跟我交流的我们正在讲的是我们大马的事情
我们大马的这个茶室啊。啊，等一下呢，我们让老五呢来娓娓道来，到底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茶到底是怎么回事的啊？都是新的。我个人呢在接洽的时候呢，哈，我也很惊讶哈。等一下大家的就啊手留在我们的这个荧幕旁哈，向我们的老五啊来学习。对，谢谢会长的信任哦，谢谢大家的捧场。今天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关于三层六宝茶这个啊六宝茶的制作和还有茶的文化。我在说的是马来西亚茶文化这一块哦。我们先说缘起吧啊、为什么会要做一个三层六宝茶？到底我们的缘起的初衷是什么？而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OK， 好，其实我在2013年的时候已经在云南和在做一些茶地啦，啊，起了一个小小的出资所啦，然后去做古树茶，然后做普洱茶、古树茶之类。我大部分的茶还是卖在中国，而不是在马来西亚。但是有大部分的茶呢，我们都是去的北京啦、上海啦、福州啦，还有那个桂林啦这些地方。OK， 有一次呢，我就去到北京，有一个老总，就是他是一个杂志社的老总，中国人来的啊、哦。他就和我说了一件事，他就说，我是中国人，哦，我凭什么要去买你马来西亚人在中国制造的普洱茶？哦，我为什么要帮你一个外国人？他就说，我为什么要帮你一个外国人去买回自己的普洱茶呢？哦，他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 制造一个疑问啊、哦。然后当时我也一下子反应不过来，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后来站在他的角度上，我也觉得哦，是哦，我是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帮你外国人去买回中国茶呢？啊、哦，这一个概念。但是我当时是有点气的、哦、当然，不是说中国人没有什么中国的东西啊、哦，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每一个做茶的人，他有他自己本来的特色或者是坚持的吧、哦、当然，我们有我们自己做古树茶的坚持啊，其他东西，我们做的古树茶是比较。骨灰级的，这比较玩家级的东西了，也不是那个那种大陆的或者便宜的或者很大量的，所以我们的量是很小的，是挑好的来做哦，选好的师傅来做这种东西。但是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突然间想起了一个东西，想起了茶文化这个课题哦，我就回答他，怎么回答他呢？这个就是一个关于茶的格局了，哦，茶的格局，什么是格局呢？好，我们就回来讲咖啡豆，来讲那个红酒或者是其他洋酒之类的东西 ，OK， 像咖啡豆开始发源的是从阿拉伯国家，然后慢慢的蔓延，然后到了全世界都有种咖啡豆，所以他一个喝咖啡的人不会强求我只喝阿拉伯咖啡，或者我只喝南非的咖啡，或者我只喝印尼中的咖啡，他不会这样，他会喝全世界的咖啡，当然他也会有一个主力，他喜欢某个地方的咖啡，然后他们会这样。他们不会说有一个地域性的限制性、哦、他们有一个限制性，所以咖啡拿走了阿拉伯文化，去到意大利就是意大利咖啡，去到台湾就手工咖啡，去到美国就美式咖啡，来到南洋就是 coffee down coffee 啊，这炒焦糖的那种泡法、哦、所以咖啡去到每个地方，它都有它自己的特色与品味哦。像红酒呢，红酒是法国的。哦、我们没讲到红酒，就讲到法国红酒，但是很多国家都有种葡萄籽、哦、也有做红酒、哦、有中国红酒，有澳洲红酒，有美国红酒，各种各样红酒，就是因为大家可以允许不同的国家去做同样的东西的时候，反而这个东西就把它推广了。而有时候我们中国茶要推去西方或者推去我们的友族那边，其实也是很痛苦的，也是很难推的。当然我们很想推马来人市场，有助市场，对，所以我就和那老总讲，这样我们就要看普洱茶，看你是从什么格局去看这个东西的。如果普洱茶是可以不同的国家也在玩的话，不同的人也在做的话，哎，这个东西才可以百花齐放，才可以把这个格局给打开、哦、但是我就是这样和他讲的。但是我讲了这句话呢，其实我心还是虚的、哦、还是有点虚的。好，我就在想，如果我去马洲，我云南自己做的普洱茶，跑去了美国，跑去了英国，跑去不同的国家去卖，我说自己做的普洱茶的时候，又会遇到什么问题呢？如果是老外问我，哎，你的茶哪里来的？云南，
哎，我为什么要搬个马来西亚去卖云南茶呢？买云南茶呢？哎，这个就让我就在想，哎，我也没有办法解析啊。哦，如果有十个档口去同时在美国做茶展的话，人家九家是云南，只有一家是马来西亚，人家可能也会去买云南的，也不会去买我马来西亚来做的东西。毕竟这个东西还是中国人的，中国的土地，而不是我马来西亚人的。哦，所以我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突然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去到了广西看他们做六堡茶的时候，哎，我突然间就突发奇想，哦，为什么我们不在马来西亚做自己做六堡茶呢？哎，好，我们都大家都知道六堡茶发源地是在广西梧州，哦，当然在梧州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现在的六堡茶有好几个派别，哦，一个就是广西梧州的，也有香港的，当时香港做的，不是现在啊，现在没有，以前香港人在做的那个什么谁钢琴四金钱啊，或者是那个元度啊，这些公司也是在香港公司，以前的香港公司，哦，下来就是马来西亚的，哎，马来西亚哪里呢？梁水生陈春兰，哦，还有一些小公司在这边在做的，以前在做的，他们是后期也没有在做了，因为六堡茶的价格太烂了。之前我是说的是之前，不是现在了，现在是连茶青的价都买不回来，哦，以前一公斤才二三十块，六堡茶就可以买得到了，哦，甚至九块九也买不过，九块九的六堡茶，但是现在九块九，我怕毛茶和芭蕉都买不到这个原料了，哦，现在是，哦，所以当我就在想，哎，为什么我们不做一个马来西亚自己做的茶呢？哦，当然很多人就说，哎，你难道你怡宝有种茶吗？哎，所以我也会反问他，哎，难道怡宝有种咖啡吗？但是怡宝的白咖啡很出名哦，他白咖啡就是怡宝的啊，南香那些公司出来的，现在也有很多家，有什么长江啦，江丝啊，很多的白咖啡出来，但是怡宝也没有种咖啡啊，哦，所以怡宝也没有种茶叶啊。但是两水生的茶，以前他们在这边做的时候，他用的是什么茶呢？他用的是什么原料呢？哎，后来我们觉得，哎，为什么我们不可以重新再出发呢？说，哎，我回来马来西亚去做一个属于我们自己本土的东西，本土的六堡茶。反而我后来发觉那个地理环境的时候，反而我们也占了很好的优势哦。比如说，我们可以拿到越南的茶叶，哦，可以拿到缅甸的茶叶。中国的茶叶是更加容易拿的，哦，贵州的茶叶、广西的茶叶、云南的茶叶，哦，都可以拿回来做一些发酵，哦，所以我们在这边是很容易拿到这个资源。OK， 为什么我们叫三城六堡茶呢 ？OK， 因为梧州的政府也承认六堡的第二故乡就是三城，三城就是怡宝了，哈，哦，我们怡宝叫三城。我就发现，哎，为什么它在怡宝呢？当然，因为怡宝就是一个锡矿很多的地方，金打线啊，金打河流域都是采那个锡矿的地方，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喝六堡茶的习惯。很小我们都是喝六堡茶，包括那个泥匠啊、木工啊、木匠啊，他们都是去上班的时候都会拿一个铁桶去装那个六堡茶，哦。当然，我们也不需要讲太多关于六堡茶的好处，或者那些什么喝可以解暑啊。因为我相信在这边来看的人，大部分都对六堡茶有一定的认识知道，所以就不再多说了，哦。OK， 好，这样我们回到来，我就在想了，哦，怡宝三城，哎，讲的是三城就是三多嘛，就是有三东的地方嘛。哦，怡宝就什么霹雳东什么东什么东，很多三东，这个是，所以我就想利用怡宝的优点。哦，怡宝出名水，好水，就是做豆腐啦，做豆奶啦，芽菜啦，河粉啦，都是因为怡宝的水资源才可以做得这么滑的，哦，我就觉得，哎，将怡宝的水拿来做六堡茶，会不会是一个好事呢？哦，这个，但是我们已经做了两三次之后，我们发觉怡宝的水的确做出来的茶会很容易就很比较滑，喝起来很那个茶比较有滑滑的感觉，哦，就好像你们现在挑的那个是完全是刚刚做出来的，但是如果我不讲的话，可能你也没有感觉到它好像有点偏滑了一点点，这个是有点偏滑偏甜的味道，有甜有滑的感觉，哦，
片，所以我们就利用了泥板的水、泥板的山洞，还有泥板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把它连成了一个好山好水好人情。为什么我们要讲讲好人情呢？因为怡保人是比较慢生活的一个人，比较对吉隆坡人来讲、哦、或者对其他大城市来讲，怡保人的生活是比较慢的，吃东西比较挑剔，比较吸引的、哦、整天待在咖啡茶室里面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做东西也是比较慢的。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好的现象、哦、在做茶叶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慢慢去做这个东西，而不是急着去做把这个六宝茶给做出来、哦、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就我们就可以拿到了整个怡保这个好的地方，好的一个那个松根的、哦、好山好水好人情，然后我们再开玩笑就是还有个好男人，就是我呵呵就是还有个好男人、哦、就是好山好水好男人，但是我朋友讲了好男人呵呵 很男人一样、哦、好男人、哦、所以后来我们才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带出来了，把这个六宝茶的整个东西给带出来了。如果我们再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当我们在怡保可以做出自己六宝茶的时候，这样的话它就变成怡保的特产了，或者是土产了，就变成土产了。在怡保它是属于怡保的土产，但是去到吉隆坡呢，它就是马来西亚土产，去到佐贺它也是马来西亚的土产，就不是一定是把六宝就是广西的，六宝就是梧州的，就把这个给拉开了一个东西。这样你们就会问，这样你做出来的茶可以不可以呢？这个就见仁见智了，我也不可以自己哇，自夸自己卖瓜自己夸也不好意思、哦、但是呢，肯定还有一种不同的特色。为什么这样讲呢？梧州做的六宝有梧州的特色，每个茶厂做出来的六宝它都有它自己的特色，香港做的有香港的特色，将来到马来西亚肯定它也有马来西亚特色，我们不可以用来做一个比较、我的马来西亚的比你六宝梧州的好，梧州的比马来西亚的好，你比香港做的好，这个是不能来比较的，因为各有各的特色、这样当然我们也就会去不断的去做一些茶叶的研究这些种种东西、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会想到去山东呢？其实喝茶很多人都知道基隆法师这个人，因为以前基隆法师长期会每年的年尾都会在波尔岩做精气打坐的，所以我们以前每年我们每七天就会去一次，因为他精气嘛，然后他那个五精灯他就会派放给五精去，有很多朋友到那边谈天喝茶啊，我们都会去进去。在我在进去的时候呢，老师傅泡那个六宝茶来喝，然后我喝的这个六宝茶很好，我就小小声的和师傅说，师傅你需要这么浪费吗？这么好的六宝茶 你泡这么大壶我就随便喝乱喝，我觉得它有点浪费，师傅你需要这么浪费吗？然后师傅又小小声跟我说，这个不是很贵的东西来的，不是很好的东西，但是我放在这里那个味道喝起来真的是很老，喝起来的味道好像比人家老了很多年，这个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我在喝到这个六宝茶的时候，它有一种带有盐味的岩石的味道，就是我们这边是石灰岩，它有一种石灰岩的味道，有点岩石的味道，所以我就种下了，我要找个山洞去做把六宝茶放进去。如果当这个茶叶真的可以完全成立的顺利的完成的话，这个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茶用怡保的水怡保的山洞，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特点。这样的话我以后去，如果有机会以后我们有发展可以去到外国去做茶展的时候，我就可以大大声说我的茶是怡保的、我的茶是马来西亚的，我的茶是马来西亚上层所做的茶叶，那我就可以挺起我的胸膛，然后可以大声一点讲话。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要做这个三层六宝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我们在去年一直在一定和对方在谈，和广西这边的人也在谈、虽然我在做普洱茶的时候我们也学习到怎么去做发酵，怎么去做熟茶这些东西我们也已经学习了，但是回到来做广西六宝茶的时候它是另外一套技术、但是也是一通百里明、大概也差不多是，但是我们也在邀请了一个茶师
就是广西的过来马来西亚这边帮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六宝茶，做我们的师傅哦。我们也顺便跟他学习，和他拜师啊，把他买请他过来教我们的。本来三四月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但是今年的 MCO 期间呢，就全部被打乱了。到现在我还没有去到中国。包里面的时候你是有放了什么东西吗？会只是怡宝的水还是有放一些那种秘方进去来激活这个秘宝？